罗大佑十五号晚间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，唱到皇后大道东的时候，曾对香港的逃犯条例风波有感而发。我住过香港蛮长的一段时间，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一个社会，非常非常快，就有些事情就是不能那么急啊，真的不能那么急。暗指香港推逃犯条例操之过急，没想到事隔一周后，罗大佑这首歌曲就被发现已经遭到多个大陆音乐平台下架。说到皇后大道东，却显示无法找到相关结果。一名网友发文指出，目前在虾米音乐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都找不到这首歌曲，事后po文也遭到删除。皇后大道东被视为是1990年代的政治歌曲，表现出香港对当时还没到来的主权移交感到彷徨。而罗大佑另外一首歌曲《东方之珠》也在 QQ 音乐被下架，在虾米音乐则是被限制评论。罗大佑经纪人表示，毕竟当时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，跟现在的时空背景不同，创作精神也没有什么关联，对被下架没有什么特别要回应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